喜欢野人七号部落吗？按下喜欢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加入赖群，掌握即时资讯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拥有专属的村民卡，一起拥有更多的部落故事吧！野人七号部落祝大家一定要幸福哦！欢迎收看野人七号部落，连帮我配个音，哇哇哇哇，哇哇哇哇哇哇！爸爸去哪儿？把我加在我们刚刚一起喊的那个地方，因为我们今天等于是三人行、三人游啊！恭喜！我有个礼物要送你。什么礼物？等很久的礼物。这个、哦？对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还送我嘞！这是我自己努力的。噔噔，你接下来就可能不能出门了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东区梅亚带老公出去玩。不行吧？真的，因为你要备孕，医生都讲说你要多多休息，不能到处外面爬爬照。虽然我们今天的行程一直都是在睡到饱了，睡到饱也不会去让你晒到太阳。本来他还跟我去设计什么，要去彰化的方院做那个骨掐，去那个大太阳底下，然后等退潮的时候在那边捡那个鹅啊、蛤蟆卡。但那很有趣啊，我没有。我也想去，但是现在你就是给我好好的怀孕。你要那边跟我那边搞一些有的没的，有些事情你就是必须去割舍，你现在都不能再做这件事情。当爸爸唯一的权威就是在这边故意那种训诫另一半，这时候就很 man。今天给我多喝点水，晚上就不要再出去了，都待在家。那我可以选那个网络购物吗？可以买，想买能买什么？可是都要跟那个小孩有关的哦。现在都要看奶，看奶泥，尿布，还有哺乳内衣。哺乳内衣有蕾丝的，去弄一下，如果弄蕾丝的，不然很尴尬。那个哺乳内衣就这样，就是穿内衣嘛，穿内衣一样，然后要哺乳的时候就掀开。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发展出那种情趣内衣，好像也 OK。今天要去彰化玩，因为梅亚就是一直很想去彰化玩。我们每次都会几乎跳过中间这几个城市，但是呢，其实这几个城市呢，真的都蛮好玩的。玩很大，或是其他外景也常常去这些城市。他真的仔细玩的话，深度旅游的话，蛮不错的。因为其实你玩很大都在露营，真的没有很认真。对啊，对，都刚刚，不然就是好玩了，匆匆的就要走了这样。对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就是要去感受一下，爽一下。其实有个行程想带你去，可是你一定会生气。算算，没事啊。就你知道彰化很多那个战斗池吗？战斗池是什么？战斗池就是有人养那个鱼温，有没有？他就会放一些什么龙胆石斑啊。你要去钓鱼啊？我现在就是等于说开车带你到养殖的那个厂的旁边，就在车上那里看我，然后在那边这样，在下面搏斗，可你一定不会想要去。套句阿明哥说的话，先拿两本来花花啦。你都不知道花我几本了，存起来了，存在我身上。那我就出发去彰化了哦。第一站，钓鱼战斗池 ，Go！好啦，没有要去钓鱼啊，我们现在来吃什么？圆环顶面食馆，你特地找到、哦？在地人推荐。是面店哦，我喜欢的那种古早味的。对哦。好，那就我们进去吃。好，我们现在点的东西了。这个菜单中间有一个菊花肉。吃什么啦？要吃菊花肉，应该是猪的肛门。菊花肉真的是肛门吗？查一下菊花肉，然后他这边的那个招牌，刚刚老板推荐我，就是一定要点他们的招牌瘦肉跟他们的那个猪心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吃看看。东区梅亚带我出来玩，也是她怀孕的最后一次出来玩。哦，查到了，它其实就是嘴边肉啊，猪脸颊，它因为它那边纹路就是像菊花一样，所以才叫菊花肉。就是嘴边肉啦，来喽，看起来就很好吃哎，汗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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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那就吃饭喽。可是我跟你说，一间店啊，它很重要的是它的辣椒，它这间店竟然有四五种酱汁，四五种辣椒搭配不同的东西。那我刚刚吃到一个它的豆包，很扯哎，哇，是猪心，刚刚老板推荐的。超好吃，嫩哦，没有腥味，而且它搭配了不同的那个酱料，它这个是辣椒加葱加酱油，然后刚刚豆包就要加它另一种适合沾豆包的酱。对，这个是他的面达人，面达人，喜欢吗？不是，你吃一口，我觉得你跟我讲的会一模一样。你说像什么？妈妈的面，像我妈的面，对不对？好吃。
你们如果真的觉得到底我妈的面什么味道，现在真的可以去陈康饮食店，虾皮也买得到。对，可以去给她买，你就会吃到妈妈的面。那我们就继续吃饭。要的，现在孕妇哦，我们都要当宝宝在照顾，什么样子啊？怎么配备？完了 ，BBQ 了，小野人还没出来，我就觉得已经有点太多东西了哦。走出来要带那么多东西哦，有点没办法接受哦。其实蛮浪漫的嘛，蛮舒服的哦。我们现在要准备要去吃冰。哎，你可以吃冰吗？没有，不行啊。不准你吃冰。那我吃料。你让你吃掉，我吃冰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吃冰，荤桂冰。我超喜欢吃荤桂，你也是对不对？黄色那个对不对？对，走走走，吃冰冰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又是这种老店，喜欢的，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老店。我来一个荤桂综合冰。哦吼，老板娘请我们吃的凤梨，里面有米苔吧？我也很喜欢米苔吧。没有了，真的没有嘞。但不是我们没有荤桂。我们是最后一碗，两点就卖完了，好好吃哦、喔！再加凤梨，很好吃哎。整饼啊，整饼。嗯，加凤梨是对的，增加一个味道，不会那么死甜。可是我看到隔壁吃杏仁冰，我好想吃哦、喔。真美，真美的羊肉，真美的老婆，刷一排。下午如果不会太热的话，我们去海边挖挖蛤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哦，不一样的一个野人的行程。我们怎么叫了一台车？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路边缆车，路边缆车就跟那个叮叮车一样。这也算是鹿港比较独特的一个服务了。哎，对，我们鹿港才有。我们现在要请大哥带我们去鹿港导览一下。我们今晚要去对，来这边来桂花江艺术村。这间就是我们鹿港有名的玉珍山百年老店。你知道这间吗？哎，对。它是卖什么的？伴手礼哈，凤眼糕、牛舌饼、绿豆糕、奶油酥饼。最爱的这个真的是来鹿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都不用做功课。哎，这些大哥们比你还清楚。啊、大哥，鹿港人吗？我不是，我台北人。哦，他、怎么会想到来这边？啊，我来这边20年了，因为这边人情味比较重。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姓江。江大哥现在就是带我们出去玩个半天呐、啊，半小时、一小时都可以啊。彰化有一个高斋雅琪亚。哦，子夜市，一共几两个啊？真的。他那边是卖什么？不是夜市啊，像花园夜市一样啊。他、怎么取那么难听？外号。外号。他就是一个高菜的外号，所以我们都叫他高菜夜市。啊，真正的夜市叫什么？就叫高菜夜市。没有，他是写一个彰化，彰化夜市。哦，不错哎，我觉得这样子观光很舒服哎。桂花香艺术村这边很漂亮哦。2014网络票选第一名。那个是彩绘 ，3D 彩绘，啊，那个是我们地标啊，鹿港，鹿港的梅花鹿啊，这里是 3D 的，早期都人家误会，我们这边不是养鹿，我们这边是野生鹿。鹿港真的有野生鹿啊？对，早期那个是荷兰人的时候过来这边统治我们台湾，扒那个皮外销。所以鹿港真的有鹿，对了，这是有鹿，所以说我们要纪念它。还有我们第二大港口，鹿港第二大港口有鹿宅港。对，支撑。后来光复哈、哦，我们把那个宰字，那个宰字不好听啊，所以说光复以后把那个宰字去掉，就简称为鹿。哦，鹿港的地名就是这样子。桂花巷有桂花吗？桂花巷没有桂花，台州的太阳饼没有太阳意思一样。江大哥，我跟你讲一件事，我身边这是我老婆，因为她现在怀孕了，所以我们就是能不下车就不下车。OK， 好，我们就这样远单参观，带观众朋友来就看一下，知道这边有什么，说不定有些人也会想要这样子玩。有，也是有的哈，有行动不方便的人都会坐车。对嘛？啊，坐车，然后我们在车上导览。我们就出发吧。这边是水路，对，船只在走的。清朝时期，这边都是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后面这个房子都是海。对，这边都是海边，这很好几公里。这边是码头，一府二路三艋甲。就是这样子来的，以港口为主，这里就是早期的码头，码头黑黑的一只一只，有没有？真的，一只一只啊、哦，这个哈、哦、就是绑船只的，这个就是在上面卸货，卸货好了在中山路，中山路跟迪化街一样，就是一条路都是商行啊、哦，卖舶来品的。难怪这么多洋楼。对，我们这边就是第二大港口，就第二大富裕的地方了、啊。台南是郑成功郡的嘛，我们这边是施琅将军。
早期我们市长将军过来这边开垦啊，所以我们鹿港姓氏的很多，算一半。用闽南语讲，鹿港的西一半，西一半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哎，好，蛮好玩的哈、哦。有时候听他们讲话真的蛮好玩的。哎，还有一个哈、哦，他们早期这边就是有八个交，八个交是什么？就是工会的意思。它有全交、下交，以此类推啊、哦。全交就是对口贸易，跟泉州；下交就是跟厦门。所以说这边哈、哦，早期就。很早就开始开机，真的很繁荣哎，这是从这边开始的。这边哈没落的时候哈，一些货都往北送，所以说迪化街现在还在卖南北货。南北货的由来是这样，所以它的南北货的南是从这边过去的，就是台南跟我们中部。哇，延伸到迪化街那边，懂意思了，好玩哎，大家也可以来这边这样子听听看，而且这个是可以坐三个位置啊，那你就可以两个人，比如说你有六个人就可以两台车这样，而如果像野七，比如说三十个人，啊你就十台车嘛，变火车一样这样串联着，你要多听哦，爸爸历史不好，你就多听就可以比我厉害。现在跟老婆坐着这个电动载客车在逛老街，蛮特别的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子过，以前都拿了自己走。我之前就是人家又吵又不好意思，自己踩都快受不了，还要再对太辛苦了。想说啊，很辛苦，多给点钱也没有那个钱，索性就不要，就直接用走的好了。但我真的很讨厌走路，然后加上我老婆现在有一个借口不用走路，所以我们就搭上了一个电动的载客车，超赞，超赞！来，这边就是鹿港天后宫，哇，好舒服哦，开心吗，老婆？这样子没有晒到太阳的行程 OK 吗？不用走路很棒。我跟老爸老妈也比较好交代。还有陈医师，陈医师，我没晒太阳哦。陈医师，现在大哥要带我们去最著名的摸乳巷，请问大哥，摸乳巷的由来是什么？老吉哈、哦，那边哈是一条黄果巷，是水沟、啊，里面人出来的时候哈、哦、都要走远路，就是为了方便哈、哦啊，方便有一条捷径，所以说把那个水沟盖哈，把它用起来，从这边走到这里哈，比较近，不用走外围。你看啊，前面哈这个摸乳巷，那真的很小哎，很小哈，真的很小哎，对，很小哈，就是除了方便，男女都会从这边走。有一天长工哈，喝醉酒在那边走过去，喝酒的人脚步站不稳，碰触到女生，喝酒的人夸大其词说这边可以摸乳。啊，大家都会涌进来这边，男生走过去他不走，女生走过去他就会走过去，就是要。卡油一下，所以说我们当地人都简称它为摸乳巷。后来有一个导演王崇光导演来这边拍一部电影，叫做摸乳巷，叫陆小芬来这拍一个电影。1985年上映的那个时候，陆小芬得最佳金马奖影后。哦呦，所以说哈，全台湾知道鹿港有一个摸乳巷。好，我们要去摸乳巷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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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，小姐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有冷气，对，有冷气，冷气冲出来，好凉，真的好爽，好凉啊。来，我跟你介绍啊，这样也有介绍。这个叫做君子巷，君子风度，一般的比较高级的，看到女生她也会不好意思，对，会背对她，对，背对她，这就是君子巷。对，这边有写啊，摸乳巷就是一般的比较有那个低沟的啦。对，爸爸，我是属于低沟的，他就会蹭一下，靠一下也好。可是好，如果你是君子，好，你现在君子巷，可是男生经过的话，好像也不是君子的呢。那我这尴尬喽，那我就不晓得了。男生跟男生交过这样过啊。今天辛苦了哦，谢谢了哦，下次我再找朋友来跟你导览一下。OK， 好。大哥叫做香音酒，音酒哥，拜拜喽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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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我们现在人已经吃完东西，吹了一下冷气，舒服了一下。我们现在要停在一个五金行这边买耙子，买料杯啊，买料杯啊，买耙子。老板，要买那个耙子，就是那个嘛，去抓那个什么，那个蛤蟆嘛。阿豆姐烤好耶，你要烤蛤蟆这样烤？这样。啊，那个汤啊，哦，啊，一个汤啊好啊啦，你细汤啊好啊，上细的就好啊。啊，那个大汤啊，大汤啊，细汤比袂少啊。摕袂着遐济啊。乌袂着。乌袂着啊，乌两天尔。啊，你两工过来啊。两工过来，到你家己交关了就好啊。讲啥？讲啥？第一就歹呢。我也要听，但袂晓讲。各位先生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全副武装了，我们工具都准备的妥当，而且刚刚那个阿姨很有经验的，她说你什么时候要去？
我说现在，他说不行了啦，我们其实知道现在不行，有点涨潮，都要看那个潮汐，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涨潮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去玩玩就好。如果太深，我们也不能过去。拍拍照喽，这么好的装备了，300块解决一切。两个人呢，开开心心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去挖个蛤蜊，只要挖到两颗就算过关啦。妈，我挖蛤蜊给你吃。应该是没办法那么多，等一下试试看哦。好，出发喽。阿土伯走喽。阿土伯，行。有得一个。阿土伯，咱来去挖蛤蜊。挖蛤蜊。哦，蛤蟆。太多人了吧？而且很多人在那拍什么婚纱，看到没？幸好我们有带斗笠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OK， 我们就停在这。好。我现在发现每个人都人手一堆工具，哎，而且超级无敌多人，每个人好像都是败兴而归。所以我们决定把那个标准放低。我们就是来玩的。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东区没有，会不会因为嫁给我之后变成这样子的德性，有点难过，会吗？关系啦，什么没关系？曾经风光过。我这很朴实啊。我在教你怎么弄，要不要？怎么可能没有？不可能没有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汉堡湿地，前面呢大概有300位民众吧，在期待着些什么？但是呢，刚刚我看到沿途回去的游客呢，败兴而归，他都说一颗都没有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天公啊囝，天公啊那样在此，我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的。他不用挖深，但是要找有洞的地方会比较容易哦。这个我就忘记了，你就刮一下，刮一下，有就有。可是人家都挖很深呢，太深了吧？怎么大家都挖那么深啊？我觉得台南好像都没有挖很深呢。宝宝，我觉得这里会有。哪里？我觉得这里会有。这里吗？对，这附近方圆1公里都可以挖看看。1公里，我先挖到了。一定要挖很深吗？这是吗？小颗的。这是吗？这是。这是小颗的。哦，真的，你看，我就说有吧。真的是小颗的啊。真的。真的啊，小颗的啊。这就是哎、欸。就是啊。有没有、啊欸、我的哎、欸。我的啊，先把它放在这里。厉害、欸。我很强吧？什么？我很强哦。开了。它是死的。因为我刚刚把它丢进去的时候，怎么吐一堆沙进来？你看。可是你至少有一个敏感度，感觉就有啊。没有装。菲菲，刚刚那个死掉，你可以帮我剪掉吗？谢谢。再给你一个灵感，我觉得要有流水的地方。哎呦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说不定他告诉我们那里有蛤蟆。就这里。就这里，一定就是这里。他告诉我们就是这里、啊。这里，对。感情啊，你没有挖到吗？没有，一颗都没有。你没有挖很深吗？你们为什么要捡螺啊？捡一堆螺干嘛、啊？这不是小九磊的那个哎、欸，你们一个都没抓到。没有，你们抓多久了？你看他们抓这个螺就知道抓多久，他们抓了至少1个小时。他们说他们之前有人来挖，前几天而已，挖了一大堆。今天是有人来挖2个小时，只挖到10颗，所以还是有嘛。交给我老婆。老公家各位观众。色的，怎么这么白？而且是火的，哟，可以吧？给面子了。给面，我跟你说，爸爸他全军都，你这边可能真的不像，不用太深，就轻轻的这样划过去，有就有。你可能脚下那边应该也会有。哎，又是死掉的，又是死掉的，下了。你来清海废的、喔？没有，那都是死掉的。哎，活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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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颗的，这是小 baby， 是我的小 baby， 扔进来，等下送人。再来哦，宝宝宝宝宝宝，多了多了，来你，这活的吗？中间，哎真的，团圆了，现在有小中大，一家团圆了，好可爱哦。跟你说有呗，
OK， 我们轻轻松松的完成这块拼图了。对，三颗，我们本来说两颗嘛，我们现在三颗，而且是大中小，而且我们是轻轻松松哦，我们轻轻松松大概10分钟吧。那孕妇也不能玩太久，所以我们就不要一直晒太阳，踩踩水啊，就回去了。好，等一下也快晚上了，又开始慢慢涨潮，慢慢涨潮这样。谁要蛤蟆？你要不要？好，那来来拿来拿。谁要大颗的？拿大颗的。好，你拿，我看，你看。登记头说耶耶，中的谁啊？中的谁？谁啊？我。好，给你给你。弟弟，你不是要吗？有一只最小颗的，只剩最小颗的给你。最小颗的要不要？你的怎么玩到鼻子都是啊？要收好哦。啊，收好哦。你那个是小 baby。那是小 baby 哦。它会张开。对啊，它会张开啊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宝宝，你看哦，我们这一半边都没什么人，代表真的没什么人会来这边弄，代表这边的量会比较多。那那边呢比较多人，如果仔细看这都是人，那边就会被弄完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那边吗？因为他们带小孩，敷衍小孩。我觉得我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爸爸，就是说好了，你在这边玩啊，你就可以坐在岸边看他。我刚看到旁边有人拿一些露营椅坐在旁边，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搞，就这样子搞，就这样子决定了。 OK， 那我们就上岸咯。究竟我让老婆的脚跟裤子变这么脏，到底会不会被骂呢？我想应该是不会的，因为他本人也乐在其中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 ，nice nice nice。哎、欸，超小的、欸，超小的，好恐怖哦、喔！左右两边掉下去就完了、欸，头过，心丢鬼。那我们现在要回民宿喽。休息一下，洗个澡，去吃晚餐。好，晚餐也特地帮你准备了你最喜欢的，应该是中式口味的吧？没错。好，那就晚点再带大家去看一下梅亚帮我准备什么，回家喽。走喽，吃饭饭喽。你要带我去吃哪一间呢？黑猪灶空霸本。黑猪灶空霸本，感觉就是很好，很鲜的。大家有所不知，彰化呢虽然说霸王很有名，但是它的空霸本也是很厉害，不跌料了，很多人会特地从台州半夜就直接杀过来吃一个空霸本再回去。我希望不会让我失望，因为彰化真的非常多好吃的哦。吃饭去，越来越让我感到好奇了哦。黑猪肉今天已经卖完了，关了。它只有开晚上吗？下午3点开到晚上8点，明天下午3点去吃，我可以啊，不行，我不行，因为我们下午3点要带你去别的地方。那你现在给我另外一家哦，变得我很想吃，我等一下上网看一下。哇，442个评价都有4.4颗星呢，连警察杯杯都来排队的极品控肉饭黑猪灶，感觉很厉害哎。有没有彰化人的？告诉我他到底有多好吃好不好？拜托啦。等我们去吃林小胖。Let's go， 我们出发去吃林小胖控肉饭。我们前往彰化市多少分钟？23。跟你在一起多久都没事，都不是问题。看我逐渐开始肚子了。吧，走呗，要去吃林小胖，听说也是倍儿棒，那我们就去吃看看。吃饭咯，刚点的小菜，哎，这个盘子就是一看就知道好吃，来咯。不忘此行啊，我觉得我跟他吃一碗，然后我再把它蛋融到饭里面。哇，完全可以。你请我吃这一餐胜过于你请我吃高级的料理。你看我那个扒饭的那个速度，你就知道这有多好吃。胃口大开。这种东西很怪哦，你马上可以吃完再吃下一碗，可是你在点下一碗的时候你吃不完。如果我这辈子有缘卖空肉饭的话，我就要来一个加半碗，一定要加半碗。可是你不能单点半碗，你只能叫完一碗，吃完之后加半碗。还有一定要配鱼肉汤。不是吧？是我看你无聊。很可爱，你真的很强。OK 哦，去逛夜市还是要回家休息？我想回去，然后要逛就逛这边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去了。
Good morning， 早安！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公有零售市场这边。我们家老大又想来这边吃，不知道是中餐还是早餐呐、啊，真的是蛮怪的。早餐吃羹，你是因为单纯想吃的东西，想要推荐我吧？就是要吃在地，你不知道南部人就是早餐一定都是吃那种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在台南生活了这么久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接地气啊！看到蚯蚓龙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早上的第一餐，来一个面线糊，上面的面线糊，蛮热的哦，好像不能在里面内用哦。现在我们好像变得真的有点不一样。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夫妻嘛，变得我们很多东西都要不能是只为我们两个想，要买一点点东西，好像回去就是要给爸爸妈妈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未来有小朋友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礼数都做到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才会多愿意帮我们带一下小朋友。听说你们家是那个什么？我们家是幼稚园。幼稚园。我妈是幼稚园园长。园长，他们家很多小孩子都是他妈妈一手就是带大的。我们家目前总共有四个小朋友，他们都刚好是隔一年出生。对，妈妈每年都在照顾一个，真的很厉害。他目前已经半退休，大家即将要复出。哎，这间民风蒸牛舌饼开在这么的郊区哦，你看周围的环境，就是一片田啊。好香哦！对啊，超香的。我们今天还好，人比较少。我们只要等三组客人。哎呦，加27号。怎么有这个？哎，这很小时候哎，这个其实要自己去推。玩了 ，barbecue 了。这间不错，我喜欢这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鹿港才有哦。这个感觉真的很棒。哎，这是好所在。猪脚炒面子。一人一张号码牌，一张限买五包。那我们五包会不会太少？偷看一下。热的耶，是热的耶。我等一下马上吃一个。超有南部的感觉。没有错，而且他送我们两片，等一下马上就来吃看看。很重耶，很扎实。很扎实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停在民风蒸的前面，旁边是田，直接来试吃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，让大家都会这样子蜂拥而来。而且它的是属于厚的那种，像宜兰是那种扁的脆的，然后它上面就中间涂了一层口味这样子。这个是厚的，我来称看。第一口吃得到麦芽吗？第一口就知道。它虽然说酥，但不干哎，因为有那个麦芽的那个粘稠度，把很多那个碎有没有？不会直接这样一咬就直接算碎满地，它直接把它抓住，在你口中这样咬，然后会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，你不要急着把它吞下去哦，像我一直嚼，就有那个麦芽跟那个面皮的味道，好好吃，我觉得买五包太少了，好吃哎，很好吃对不对？它真的不干哎。宝宝，你这次真的加分了，已经爱你100分了，现在怎么办？破表，好好吃哦，怎么办？还是不要去领号码牌？好，我们就出发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汉堡的一个叫做粉红湖。粉红湖左边是粉红色，右边算是绿色，但是我们把它称之为蓝色，因为大海的颜色就是蓝色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做什么呢，宝宝？包袱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呢？来来来，请大家呢在底下开始的自由猜好不好？猜中没有礼物，但是你可以马上知道我们到底是男生女生。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去选择。这边不错，就是现场看的确是比较粉红色，但是拍起来的话可能没那么粉红色，不过也没关系，你们就大概知道意思就是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算是一种特别的性别趴咯。男生女生。首先要先感谢我的同事伙伴们，在我怀孕的这段期间帮助我很多。大家都已经有先投票，男女的比数其实差不多。选女生的举手。耶、yeah! ！好、哦，然后准备工作。这个是我创意过的照片，然后捡起来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看就是里面到底
早起，你即将要知道 Vita 肚子的宝宝的性别。一杯是粉红色的，就是猜，猜对的话就是可以喝粉红色，猜错的话就是喝 whisky。你可以先让他看肚子。可以看一下肚子，可以啊。而且你可以问任何的问题。可以摸啊。你们要不要先猜？我下男生，我下女生。那我也女生，男生。公布的方式很特别，那我们就要公布了哦。哇 ，T 的野人七号部落村长，后面是我的村长夫人。到底我们的小野人会是男生或女生呢？噔。正确答案是，到底是男生女生呢？噔噔噔噔。OK。OK，快点，快点 ，OK。男生。恭喜！啊，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完全四周都无人的状态去公布？这当然是没有想要让大家知道。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讲呢？因为昨天有人太开心了，已经先抢先在一个即时动态上。哎呦，那个不小心的。然后就是漏了线，就是我们家有八个小孩，我们是第九个，他就直接转po就说九阿哥，就有人发现说。为什么是葛？为什么是葛？所以呢，我们就决定今天呢，好好的来做一个这一集的 ending 啊，也算是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弥补一下，男生，好不好？康熙，康熙九阿哥，我是康熙，我是怡飞，而且我们好适合在这边公布野人七号部落野人嘛，就要在野外找出粉红色跟蓝色的部分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野人七号部落。正式的公开，我们的小野人是男生。拜拜。